生开工第一个工作，瘦子上电台宣传新专辑，还不忘趁这天讨吉利，抽奖送红包，展现大气。所以我想说各加一千啊。对。不是200，我真的是送不出去。不好意思、啊。我抽了，我都不好意思给人家。电台准备200元的红包，瘦子当场加码1000块，副业赚饱饱，果然颇有老板之姿。而他的新歌 MV 也颇具巧思。瘦子扮演精神病患，就算被五花大绑，还是要想办法挣脱。MV 中还找来异乡人演一生，有点像是利用着拍 MV 的机会，然后去拍一些，你没有办法尝试扮演的角色，可以去演一些就是你跳脱你自己歌手原本的角色这样子。后面还有一些也是蛮演戏的东西。不光是瘦子的新歌，最近831的最新 MV 除了找周汤豪合作，还有一票网红也接力亮相。来摇吧摇吧摇吧，来摇吧摇吧摇吧，快给我一个最大胆的想法。来摇吧摇吧摇吧，来摇吧摇吧摇吧，快给我用力抓抓你。包括孙生在间奏串场，跟周汤豪一起接力唱 rap， 其他包括像是阿达、美丽本人、乔瑟夫，还有 RJ、连杰克曼以及铁牛，都在港式复古快餐店中饰演客人，陆续诠释各种痒的表情。一口气在 MV 中看见许多熟面孔，也让粉丝直呼满满惊喜。TVBS 新闻张明如、沈蒋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